关于今天在座的某一位选手，某一位是上过热搜的微博 WBG 的赛训问题，那这个就是两位有什么，三位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先让我看一下，我就没看，我今天是知道我上了热搜，但我没看。哦，这个是谁说的呀？是微博的人吗？这个我不太清楚，但是应该有人比较清楚。哦，韩毅说的，我看到了，等一下我看这看。个我看过，右边的。总的来说就是这个赛季很拼 BP，然后他觉得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觉得教练有问题，然后这几个大哥没有那么好管理，然后巴拉巴拉之类的。就是队伍里面可能大牌有点多，明星选手有点多，导致教练和整个管理层比较难带队伍。他这个意思是吧？我总结了一下。我觉得要不我先说吧，因为我毕竟上过热搜了，我反正再上一次也无所谓，对吧？好。我觉得我来先说吧。首先，第一，我觉得很难管理这个选手，是我自己也承认。说实话，我是一个教练，你让教练管那种多硬币、什么这种大明星、什么德赛、Rookie 这种选手、UCI、J Club 管不了。我自己也是，有人跟我说你怎么样，这个做的不对。我跟他说，我跟他对，你说啊？我觉得我说的对，我觉得我想的是对，我拿过冠军，我这样子拿了冠军，你这样子叫我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。但是呢，我想说的一个点是，教练就 BP 这个不做的不好的点，我先不说常规赛的 BP 啊，微博上一个逼我的 BP 真的跟狗屎一样，这个是大家都认的。说实话，打 BLG 那一场的 BP 大家都看过，前面一二三楼选个中上也不选下路，下路宿楼选 Light，我都不知道 Light 在那里。我说实话，我是 Light 的话，我直接哭在地上了，妈呀，哭给你们看，我就哭在地上了。真的，这个怎么玩？对吧？赖着每一把后面选，主播的攻击性我是认的。这我就到这里了。好，公爵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这我的评价就是，其实说的是很有道理的。就是当时嘛，其实滔博那边也有喊我去当教练，就是为什么我不想去，但也可以说我不敢去，就是我没法想象出我去教杰克，我去教 Rookie 的画面，知道吗？就是我过去，我不知道我怎么去教他，知道吗？就是这东西，就是你想，其实就是前段时间还要跟你当队友的，现在指着鼻子跟你说你这个打的是错的，你该这样打。你觉得？我觉得我是我，我不能接受啊。所以说，这种东西没法搞。我是感原觉来这是样这吧。样。那这个除了第一张图之外呢，我们还有第二张图啊。第二个图和今天热搜就有点关系了。我留个帖子在这里，然后还有什么不是倒数队伍来碰瓷的？但是我看到后面好像有个冠军奖杯啊。那个是奖杯吧？对呀，那个是奖杯啊。没地方放，奖杯太多了，在 就 FunPlus 是对，倒数队伍奖杯太多了，放你家了。对，FunPlus 主要是我在 FunPlus 打的冠军有点多，没地方放，就刚好就是随便放在地上了啊，随便放了个地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没地方放，我桌子都满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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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